因為你入面的組織冧曬啊，或者以前組織當初其實報名嗰刻冇諗咁多，報名嗰刻真係見到，咦咁易報名啊，擺只歌落去就咁啊報啦咁樣。咁同埋幾得意嘅，因為35歲以上啊嘛，今次佢係要咁，所以個當初真係冇諗咁多，覺得中年好聲音咁啊，自己夠稱啦，咁咪去咯咁樣，純粹係咁嘅啫。但係玩到去中間嘅時候，先至發覺哦，咦原來係真係一個比賽嚟㗎啦咁樣。咁就開始有少少覺得係咪要去為自己去實現呢個夢想咧？所謂嘅咁樣，咁最後真係行到最後階段啊，都好似實現到啦咁樣。咁所以而家嚟緊真係好想再諗多啲，就係、是、會唔會能夠事隔15年後再推出一啲個人嘅音樂咧、歌咧俾大家聽？咁呢個係下一步想做嘅嘢啦，真係。嗯咁你當初有冇話真係你係即係諗住實現夢想，定有啲咩目標咁啊參加比賽？當初為咗自己因為太耐冇唱歌，係啦，因為疫情之後就嗰3年都真係冇乜點唱過歌。咁跟住係見到一個平台啦，都不如試下俾自己一個機會去唱下啦，係抱住呢個心態嘅。但係其實我最大嗰陣時諗住唔參加㗎啦，已經有個即係諗住報咗名之後，唉、哎、算啦，不如我甩底啦咁樣。有一個諗法係咁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太太啫，當初因為佢唔支持啊嘛，佢係直頭反對會鬧交嘅，令到我咁呢個係令到我卻步嘅本身。咁後屘都因為一個比賽一個轉變之後，就令到成事啦。咁所以即係依家嘅轉變係反而係令到嚟緊之後咧，我會。多啲有諗法啦，開始之前真係唔敢諗，而家就會因為老婆都攞開綠燈嘅時候，就覺得啊可以去諗多啲咯，係。咁就一路行到而家，咁最初嘅初心咧，其實都係諗，因為香港唔識咩人噶嘛，咁我自己有間 studio， 咁諗住如果可以參加比賽，咁上下鏡，人家見到啊喂唱歌老師，係咪都可以幫到間 studio 咧？因為 studio 喺疫情期間係好困難，咁我諗住都有機會可以。幫助嗰個收多啲學生嘅咁樣，幫自己做下宣傳啦。咁事實上呢一個心願就已經真係達成嘅啦。嗯，係啦，好開心。係啦，咁你話之後嘅目標我都係希望可以唱多啲歌啦。如果有機會可以錄製自己嘅歌，就更加開心啦。我自己寫嘅嗰首歌咧，其實係我自己寫過一首歌就未出嚟嘅，另外有一首歌咧係當時疫情嘅時候。特登有間公司想我寫一首關於疫情嘅歌，係英文版嘅。咁我就同先生一齊寫埋歌詞，係咯。咁其實佢哋就有網上面放嘅。咁希望以後有機會就真係可以有首好啲歌俾我唱咯。係啦。咁啊，體育咧？係啊，我同吉吉同埋嘉嘉都係一樣，係咯，即係初初參加個比賽係冇乜期望，咁尤其是我一開始係好唔起眼嘅，咁頭兩個 round 都係即係掹掹緊入圍嘅啫，咁都諗住唉，即係去得唔遠嘅話，我翻英國噶啦，咁點知一 round 過咧，咁就即係覺得有機會喎，咁樣咁。居然可以俾我即係去到最尾咯，咁係以下落嚟，我係都係好希望出自己嘅原唱歌，我自己都嘗試過作曲嘅，以前大學時期，但係就失敗嘅，其實從來未寫過一首完整嘅歌嘅，咁就都冇再諗住去即係唔會話。絕對唔會嘅，但係暫時都唔會諗住自己再作曲住噶啦。咁但係就我係一路都有個夢想，係好希望可以同我一路以嚟好仰慕、好尊敬嘅有一系列嘅作曲家希望佢哋可以同我合作，即係作啲歌俾我唱，係啊，呢個係我嘅夢想。嗯，咁我邊位啊？其實會長遠，我都係想翻幕前去做嘅，即係都畢竟細個有少少嘅
夢想啦，叫做，因為當年細個太喜歡唱歌，爸爸就又同我講過，就話即係叫我去堅持啦咁樣。咁喂，去到而家十幾年後都仲堅持緊，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對我自己、對我爸爸已經有個交代。咁但係接住落嚟咧嘅路就係、要靠自己啦。咁我真係好想以歌會友啦，我希望可以真係出多啲自己嘅作品，係啊。即係我而家，因為頭頭我而家其實同公司都商量緊㗎啦，傾緊開始準備，咁就頭頭希望就係同其他嘅創作人合作啦，因為自己有寫歌，咁但係咧唔想喺依段階段啦，因為我寫咗歌好幾年咧，樂隊嘅時候都寫咗好多咧，咁變咗依家我真係想同其他音樂人合作，係想試一下啲從來未試過嘅 style， 唔係一啲自己嘅慣常嘅 style 咯，咁所以可以跳下出個 comfort zone。咁所以嚟緊即係喺呢一個行業裏邊，我再翻翻出嚟咧，其實我同我以前細個個諗法都好唔同。以前細個會會好純粹地單純啲，會諗啊，我要幾歲幾歲就要做啲乜咁樣 set 好多個 target， 好遠嘅，好天真嘅。但係依家咧，我會先搞掂自己家庭嗰個開支先嘅，呢個係第一步。咁跟住之後再去理性地去做。譬如可能我做歌咁樣，咁咪做咯。出 show， 做商演咪做咯，咁樣上節目咪做咯。咁但係與此同時，其實我可能暫時我依一刻都係會工作同幕前嘅嘢都會兼顧住，係啦。咁去到一個位，我覺得真係可以抽身嘅時候，我就會功成身退啦，真係。咁啊，即係轉移去嚇、完全喺幕前上面發展。咁呢個都都是跟公司去商量一下，看看什麼時候可以做這件事，循序漸進樣，是的，慢慢來，一步一步，始終家庭開支很重要嘛，那個支出這個老真的到現在你都會有點擔心呢？沒，反而我沒什麼擔心，現在我是很open 地去接受任何機會，現在是的。咁其實大家嚟緊就好快有個 show 咯。咁其實準備成點啊？嗰個依家都已經彩排緊㗎啦，即係都剩翻兩個禮拜都冇，係嘛？咁但係裏邊嘅 item， 因為有今次好唔同嘅，唔同我哋平時比賽嘅，佢係有成26位嘅參賽者入邊咧，咁變咗咧，其實係我相信係好精彩嘅，大家會觀眾會反而係仲期待嘅，我覺得係。早前被可能淘汰咗嘅選手，佢哋翻翻出嚟唱嘅時候，我覺得呢個驚喜位會大啲添嗰種，係啊。咁你哋咧？你哋終於完咗比賽，會放鬆啲，會表現覺得開心好多咧，定係？應該係，我覺得大家都會輕鬆好多，輕鬆好多。始終我話俾你聽，最驚係咩啊？比賽就係嗰四下噔噔噔噔嗰幾下，每一次唱親歌之前嗰幾下叮咧，我心係會心跳嘅，我都會。你會唔會啊？你會唔會啊？我都會㗎。你都會。我都有嘅，我都有。我係跳到我自己 feel 到自己快，哇！跳出嚟嘅感覺。原來你都跳。跳得好緊要。係啊。個個都勁深呼吸。嗰一個鬆會復刻翻呢個。喂，唔好啊，千祈唔好啊！如果有呢四下，真係死俾你睇啊！仲有另外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嗰個俾分數嘅時候，真係發夢都係呢幾下聲，好誇張。你諗下半年聽住呢啲嘢，好緊張嘅，聽到真係好緊張啊！係咁，應該係呢半年內最放鬆嘅一次上台表演，都會係啊！應該係，希望係啦，應該係嘅。啊，仲有，因為今次好唔同嘅，你入到場咧，你今次會見到全部入得嚟嘅都係支持中年好聲音。哦，咁係，大家都係粉絲。係嘛？即係嗰個心唔同咗，就算可能連評判嚟到咧，佢哋都係懷住一個即係好 enjoy 睇你一個表演啊！係啊，我覺得呢個係同我哋比賽好唔同。所以演唱會應該個個都勁到不得了，到時係抱住嗰個諗法去參加咁啊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，係你要有一個有嗰份嘅堅持啊，都唔係堅持啊，堅持有機會唔去實行噶。你一定要有嗰份衝動。衝動係啊，因為當初我就係嗰份衝動驅使到咁嘅，因為我係報咗名之後，我先至係哎呀驚啦，縮沙啦咁。其實係咁嘅，但係你一定要揾方法去令自己。踏出衝出嚟呢一步，即係你唔係走去好衝動地報名，要衝動先，唔好諗太多。冇錯，係啦，衝動。你越係攤到凍曬咧，諗得太多咧，你就唔成事㗎啦嗰件事。咁又係，好多時候都係咁樣。即係呢個比賽更加係，因為好多人咧會諗嘅，尤其是咧女仔啦、女士們啦，出到嚟佢會諗
嚇、啊！我出到嚟俾人講中女咁樣，有啊，有參賽者會報名，我都覺得哇！這個名叫做中年好聲，咁咪承認自己係中年咧？係咯，已經即係標籤咗你啦咁樣。其實千祈唔好咁諗，我哋根本就冇人會咁諗。係啊，即係所以這個比賽係你會見到係好有温度喺裏邊。我哋而家就會好 proud to say， 我哋係中年好聲音嘅一份子啦。冇錯冇錯，係啊，所以就唔同曬。另外咧，我就想同好似我以前咁怕醜、咁怕即係上台表演講嘢嘅人講，就係即係我都做得到，你都可以做得到，係啊。咁同埋要有一個好好嘅心理質素去接受任何負評咯。嗯，呢個好重要，係啊。